顺时养生，事半功倍。今天11月22号，小雪，取什么穴位顺时养生最好呢？大家看这个24节气顺时取穴表，小雪跟立冬同属亥。之前我们介绍了立冬的取穴，以通经络为主；到小雪呢，就以调养脏腑为主。亥属水，对应天干人。可以取膀胱腧，冬天适合养阴，人是属阳水，把我们身体的阳水慢慢的蓄积起来。膀胱腧在骶骨，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有凹陷的地方，这个叫腰眼，前面一点呢有个骨头，这骨头叫做髂后上棘，它是正对第二骶后孔的。膀胱腧呢也在这一条线上，它中线旁开1.5寸，左右对称是膀胱腧。自我揉按的方法呢，两手叉腰，拇指两边这样子揉按。如果身体虚的患者呢，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腰底放个艾香，可以起到很好的温补阳水的作用，顺应时节疗效更好。